现在、今在、永在的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的爱是那么的长阔高深，你是那么的伟大，用我们小小的智慧无法能胜你。感谢赞美你，你不仅创造了宇宙万物为我们预备，当我们人依然最终的时候，你把最珍贵的礼物，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就说主耶稣基督顺服天父的心意，从高天降临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丰富的有恩典有真理，彰显着上帝的荣耀，更加为了拯救我们，你甘心走上十字架道路，为我们流血舍身，让世上每一个只要信靠耶稣的人，罪就被赦免，有永生的结局，并成为天父的儿女。感谢主，昨天就有16位朋友们在这里听了刘长老忠心传扬你的信息，圣灵的感动让他们举起来手来说，主啊，我愿意接受你为我做生命的主。我们再次为昨天晚上的丰收感恩赞美，一切荣耀归于耶稣基督。我们谢谢主，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，我们求你的慈爱在此领导每个弟兄姐妹，那么这一感恩的心，一个谦卑受教的心，聆听你的话语，接受着你的话语来造就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已经信主的生命更加坚定，信心更加坚定。还没有信主的中间的人，今天当圣灵来促进我们心门的时候，当主耶稣爱激励我们的时候，把不同的人说起来说，主啊，我愿意你，我愿意你到我的生命里面来做我生命的主。我们谢谢你，恭敬仰望交托，求主像以往一样，你已经这么多年大大使用了你忠心的仆人刘志雄长老，以他的生命为你的出口，借助他的信息，你的能力，你的生命的活水源源不断的留给许多生命里需要的人，巴不得今天晚上你依然大大的使用它。我们谢谢你，祝福整个敬拜赞美，一切荣耀归于主。这样的祷告仰望依靠是靠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下面我们要去起立与敬拜赞美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一起来赞美我们的耶稣，赞美我们的耶和华，来。
的陪伴，我们才能获得新的生命。主一直在看顾着我们，我们是如此的无配，他却帮助着我们。我们能有这样的恩典，能有这样的喜乐，只是因着他，因他活着。Thank you.
聆听主言的时候，很高兴。